老师上课了。哎，老师，我们今天上什么课？冷静屏保龄球。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做很像星球一样的冷静屏，摇一摇，有烟雾效果的冷静屏。首先准备一个拼瓶，拼瓶，装上热狗，滋滋滋，倒水，戴口罩，戴好。倒回了之后要记得戴口罩哦。然后我们要倒入一角汤匙的单盒。我看到这个颜色漂亮。我要摆在上面。其实蛮美的耶，我觉得这颜色好像龙卷风哦。哎，对啊，很漂亮。接着把嘴抓满。真的很暖。感到气泡都不见了，来吧。盖上去，然后锁定，把多余的保鲜膜剪掉，把球擦一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我是大病的半步病，我是宝贝。我们今天做的星球题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喜欢呢，记得订阅我们老师哦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